我这一次饰演的角色叫做卡卡，我觉得非常勇敢的女生，因为她其实是一个从小到大都很听自己阿公的话，然后呢，阿公就很希望她很有出头，所以呢，这个女生其实一直是还蛮乖的。我觉得她勇敢是因为，她发现自己怀孕之后，她很毅然决然的把这个小孩生了下来。每一场戏，她的情绪的每一个转折调整做得很非常的流畅，这然后也非常的在角色里面。去哪里？跟你没有关系。你要消失一年。张淑华，张淑华，张淑华，你去哪里？你讲到没？导演找你啦。叫了半天了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内耳式的完全这样，怎么换我了吗？换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淑豪。我演这个角色威力呢，一直喜欢的那个女生。然后那个女生后来，自己发生了一些状况，就未婚怀孕，生下了有小孩这样子。然后那小孩子就辗转出现在我们三个人的宿舍里面。怎么办呢、啊？你要哄他一下吗？我就觉得淑豪是一个很调皮，然后很好玩，直接，然后呢，很可爱、很热情的一个男生。OK， check， 谢谢。外表看起来很轻松，可是他其实没有那么轻松。面对戏的时候，他还是还蛮紧张的。会有一种就是气场打开的感觉，你会觉得他从平常嘻嘻哈哈的状态之中，会突然间转变成另外一个人。被砍了！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情来啊？你知道卡卡对我而言有多重要吗？这部片呢，里面有提到亲情、友情，也有谈到爱情。好莱坞大作大概有40亿的资金在运作，所以错过了很可惜哦。我等一下给你一个真的很正常的。